江门浪琴湾，北虎克蓝浪琴啊，这个应该仅次于虎克之路的第二条比较难的这个路线了吧，全程14公里，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车啊不拖脚盘能上走完全程的。今天的挑战浪琴湾的是我们来自上海铁卡俱乐部的老铁啊，他们一起开了6台牧马人啊，一台80，一台途乐 Y61。我预计的话，今天可能登不了顶了，今天可能是不行了，可能估计搞到明天去了。这个地方对车的要求比较高。